哦，这现在是回家，对吧？我这上午，你这晚上，哦，你这是休息，我天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乱七八糟，不喜欢吃。你怎么不爱吃水果呢？我不明白。这不是正经的食物，懂吗？哎，牛仔裤都要补的，你想想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，扣到啥样子？能省就省啊！还阿玛尼呢，我的天呐，装到什么程度了？一手穿着补丁的裤子，一边买着阿玛尼，我的天！你就是一个骗子，骗其子。实我感觉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，我还不买呢。就是你就是一个骗子嘛，你回来还诈骗嘛，诈骗女性嘛，感情嘛。你是大的诈骗犯。我跟你讲，骗来的感情迟早也是离婚的，没意思的昨啊。天我听那个群里边的语音，听了一上午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一猜就能猜得到了，你就有东西解闷了。头一次那么多语音，我操！主要是汤姆，汤姆。汤姆咋了？我一猜我就知道你说那些话全都假的，我说什么是假的？什么话？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。这啥话？你要据理力争、反驳，你啥都举不出来，你这话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一家之罪吗？谁差。谁，你想说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的？我听不懂你。谁说谁女儿怎么的怎么的？谁女儿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是说谁女儿了？我什么给你搞的？你这个人，你看你这讲话逻辑思维，这是有一出没一出的。不要个逼脸，管人家叫爸爸，管谁呀、啊？哎，哈哈哈这日本香烟不抽也没什么好处的嘛。Lark，日本烟不是烤烟型，好像它就跟这个美国这烟差不多。Lark，查一下啊，这烟。云雀烟呐，不知道，云雀香烟，云雀与万宝路、切斯特菲尔德
百乐门等都是美国飞利浦公司旗下的。飞利浦、哦、美国的，飞利浦不是日本的吗？这话也矛盾了。飞利浦还生产香烟，悦乐克香烟，日本本土品牌。那这个到底是美国还是？你管他干嘛呢？你知道了也没用。这多少钱呢？3.24美元一盒。哎，怎么有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飞利浦莫里斯国际公司生产？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今天休息就一天就完了？我今天不休息，今天回来早。今天回来早就买点水果吃吃啊。嗯。其他就没啥了。那不跟你国内的女朋友聊聊天啊？你不是有五六个女朋友等待着见面吗？不忙吗你？行了。不是他们不找你聊天，还是你不找他们聊天？啥意思啊？我不找他们，这叫不主动、不聚集、不负责任、不花钱。这叫你懂不懂啊？这叫做怎么说呢？欲擒故纵。你得等着他们找你，那才行。你凭啥？你主动找他们，就像你说的，我那就说法很对，就是你主动找他们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谁主动谁输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你把你的那个优秀的信息，他吸引他的信息告知他就完了，然后他自己查去吧，对吧？收入、房子、国籍，是吧？然后自己查去吧。你想不想要？没用，国籍没有意义。国籍不是没有用，国籍需要洗脑的，好吧？需要展示它的优越性，把那个糟粕的屏蔽掉，洗脑，然后人家就疯狂的输出了。其实国籍最神秘一点，房子啊什么的，他这个概念已经有了，国籍神秘，然后你稍加修饰，啊，也不是稍加修饰，要拼命修饰，你稍加修饰还不行，因为两国的差异存在着互相的那个有些敌对或者有一些抵触，互相的在博弈吧。所以你得展现你的优越性，让他没有体会到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感觉哎呀还有那个种东西啊，哎呀太喜欢太向往了，那人家就千方百计夜不能寐。这个球是优势，但是你利用好的是优势，利用不好那就是你的劣势。